法务部长罗云雪今天上午到台中呢参加茶会会议，他说因为今年呢大家对总统大选都有预期，因此呢会选的情资也少了很多。不过这是不是代表罗云雪也觉得胜负很明显呢？来听听他的说法。可能选情比较情势大家有些明显的预测，所以就非常的冷清。那情资的进入也比去年少很多，几乎只有到上次统计不到五分之一，现在的话可能，当然时间越接近会越多，但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比去年比上次选举是冷清很多。